廖老板，你想好了吗？又是你们，廖记是百年老店，给多少钱都不卖啊！你们回去吧。要是我们大哥非买不可的，那好办啊，我叫警察喽。不识抬举的老家伙，我砸了你的店，信不信啊？哦、臭小子、啊，臭小子，够胆你就过来啊！哼！哎，别动手啊，有话好说。出来。两位大哥，别看见了，我老爸脾气特别硬，老对老背。不如我们这样，站住！那你到底想怎样？就这样。地盘也敢来，滚！走。认识吗，强哥？强哥，小弟好，谢谢强哥。阿豪啊，对。哎呀，以后有事尽管说。强哥，嗯，我真的有事找你啊。什么事啊？借钱。哎，老顾同志，看见了吗？看见了。这不就是您当年设计的盛世莲花吗？哎，别动，让老爸再看看。哎呀，过几天你就不来澳门了吗？让你打个地铺看看够。怎么样，品质好吧？没错，要不我怎么成了您的研究生了呢？哎呀，我得去完成任务了。那个廖伯伯叫什么来着？什么记性啊？廖继昌。你找到廖记木雕店，就找到他了。强哥，啊，这位就是蛋挞公主啊。对啊，我女朋友阿佳，小强哥。早上好，强哥。早啊。哎呀，好，你知道了。要不是听说你女朋友漂亮，我才不会这么早起来喝早茶。谢谢强哥赏脸，不知道这个点心合不合强哥的胃口。嗯，嗯，阿豪打算借多少啊？我正在选设备，200万差不多。什么时候借？我说服了老爸以后，我立马就可以借了。那借多久啊？2年，最多2年。你知道利息了啊？知道知道。阿豪，那就行。强哥，我们先商量一下。不用商量，强哥。这是我能做主，那你用什么抵押？没有啊。这样了，如果你真的没钱还，我给你两条路：第一，就是把你老爸的木雕店给我作为置换；第二，阿佳跟我2年了。强哥，你真的会开玩笑？放心吧，强哥，只要能借到钱，我一定会按时还的。阿豪，你一大早上就出门，去哪里了？我去阿佳店里这个朋友，跟他借笔钱。什么？借钱？我上个月才跟你说，要把廖记木雕店传给你，你就出去借钱？你想干什么？我要做大事。哼，一笔天大，跟我学手艺就是大事。你学了吗？一日到黑不务正业，败家仔。我败家仔？我那么多同学去做荷官，我有这么信吗？啊，做做打马仔都好过我啦。可我还不是陪你守着这家店。还天天想着将来怎么把它做强做大，这不是正业是什么？你别想这么远了，等你精通了老爸的手艺，廖记就做强做大了。爸，做雕像算什么手艺啊？哎，我跟你说，
等你把电传给我，我用电脑做机器化生产。胡说！雕像，雕像是要有神韵，要有魂魄的。我们要怀着敬畏心去制作。电脑和机器能做出什么东西来呀、啊？告诉你，不许！不许，不许！除了这两句话，你还有别的吗？我听烦了。如果你听烦了，那你就给我滚，从我的店里滚出去。滚滚滚了。古不法人，真不容易啊！为了找这家店，我在这附近转了一天了。先生，请长江，应该去大昌和广荣，澳门就只有两家店，这谁都知道。所以啊。知道并且能找到这第三家店的，一定跟廖记不是一般的烟友。你说的对吧？说得好，请问你是？您一定是廖师傅。你好，我叫高劲峰，我家老板特意让我来问候您。你家老板是谁呀、啊？嘉豪国际渔业集团董事局主席杨哲辉。哦，记得记得，多少年没见了，杨先生还好吧？杨先生很好，只是他年事已高，不能亲自登门拜访，所以，杨先生有何贵干呢、啊？杨先生说，为了报答当年贵店的救命之恩，让我送来一单生意。完美，跟杨先生收藏的那尊一模一样。这是我给北京的一位朋友做的，不卖。可杨先生想要的正是这款妈祖像。杨师傅，我们这笔订单可是30尊妈祖像，现在生意都不好做，这么大一笔订单，我还以为您会高兴地跳起来呢。老喽，跳不动了。杨先生说他可以先付30%的定金。嗯，高先生啊，雕刻妈祖像是件细活，你们只给3个月的时间，我老眼昏花的，身边又缺人手，恐怕不能按时交货。我其实也不一定是廖师傅亲自动手，可以让你的徒弟们去做。我已经30年不带徒弟了。您这个店里只有师傅没有徒弟，这怎么可能啊？我听杨天说，您时过境迁，说来话长，不提了。啊、哦，说实话，这笔订单呢，在整个澳门来讲很难遇到的。如果交货时间宽限几个月，还有的谈。不大可能啊！我们集团定制这杯新船，本身交货期就晚了半年，可杨先生坚持要在新船下水之前安置廖记的妈祖像。马上就要到捕捞旺季了，如果再拖下去的话，恐怕……哼，廖记在澳门的木雕界排不上号的，你们可以去找别人呢？杨先生只认廖记，谁也不找。那就不好办了。廖记虽然生意不好，但绝不会为了赶工期而粗制滥造，也不会由于拖工期而自毁名声。如果不可以交货延缓，高先生，那我只能说句抱歉了。
定金加到50%，怎么样？不是定金的事情，是我力不从心呢。廖师傅，这样的话，我回去没法向杨主席交代。高先生，代我向杨先生问好。我还要赶活，就不陪你了。兄弟，帮我查个人。先生，先生，请留步。请问高先生住哪个酒店啊？出去一趟，把帽子给我。住手！我警告你啊，从现在起，不许你再想这笔生意。又是不许。爸，我就想不明白，宋家门的钱为什么不赚？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吃不下的生意，我是不会做的。你听我说啊，廖记年年在走下坡路，你看不见吗？现在澳门还有谁知道我们这些店？你开店不赚钱，还不想改变，你图什么？我就图他。嗯。我知道这块牌子在你心里的分量，可那有什么用呢？当然有用了。澳门的神像雕刻能够得到国家认可，我心里舒服，我脸上有光彩呀。是吗？那你为什么不把它挂在门外啊？你。你好，请问廖记木雕店离这还有多远啊？嗯，啊，谢谢啊。所以老爸，你不能只为了自己心里舒服，你呀，要为了廖记将来考虑。俗语都有讲啦，老豆赚钱是仔享福，你怎么推掉这项生意呢？别想说服我，拿来。什么？我们手艺人要讲诚信呢，这单生意不能接。要是我非接不可呢？那你想怎么接啊？我可以从其他间收购。笑话，杨先生要的是廖记的妈祖像啊！我不发话，哪个行家敢卖给你？反正我不会放弃。你敢？你不许算计这笔钱啊，不然的话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。不认就不认，咱们走个桥。走着瞧，我现在就让你走不动。站住，我打断你的腿啊。你敢去？你站住。我小心啊，老头。你敢去？站住。你来真的啊？不许给我站住。站住，我不许你去。你个臭小子。廖伯伯，你是谁啊？干嘛拦我？你听我说，你认识这个吗？啊，自己的手艺怎么会认不出来？一晃都20年了。来，我们都老了。哎，你老爸挺好吧？他挺好的，过几天就来澳门。又来办展览了？是啊。哎，廖伯伯，你还记得10年前跟他有个约定吗？当然记得了。我都准备的差不多了，谢谢。那我能先看看吗？来，哇，好漂亮。
好，你知不知道强哥什么来路啊？我知道，这一带打马贼都归他管。那他的钱你也敢借啊？想干大事，刀山火海的闯啊！要不谁愿意冒这个险？先生您好，高先生，请您上去。哦，好的，走。哎，谁是高先生啊？财神爷。哎呀，走吧。怎么说？廖师傅是后悔了？对。他让我们过来找你，就是想要接回这笔订单。我说嘛，这么大一笔生意，怎么能说推就推呢？啊！高先生，我们什么时候签合同啊？你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？不，廖记的信誉肯定是没问题的，只是你说你是廖记的传承人，怎么证明啊？那我有身份证啊。那高先生也可以打电话给廖阿伯问问他。他不用，真的不用，我老爸从来不用电话的。啊，对。那好，明天我再去登门拜访。哎，不用，我老爸的脾气啊，就特别奇怪，他呢，就从来不做反悔的事情的。他不会再见你了。好，是这样。其实呢，我老爸已经把所有事情都交给我打理了。这样，今天我在店里看见一尊还没有完工的妈祖像，跟杨先生收藏的那尊形态尺寸都别过二致。其实你可以证明你自己，请过来。啊，好啊，什么时候？尽快，我约了朋友在下边试试手气，你们抓紧，到了酒店可以打电话给我。好。哎呀，不用送了。廖伯伯，您就快回去吧。哎呀，不要送了。我跟你讲啊，这家酒店呢是离廖记最近的，又安静又卫生，不委屈你吧？没事儿，廖伯伯，从小放羊长大的，一沾枕头就着。最主要的是啊，这家酒店没有赌场，明白了吗，孩子？不要沾那些玩意啊。放心吧，廖伯伯，我不好那口。哎，你快回去吧。哎，好了，你不用送我了啊。快回去，明儿见，廖伯伯。喂，你好了没有啊？快点啊。哎呀，你别催，我出来了。做乜嘢啊？做茶咁，警察拉你啊！快走！老顾同志，睡了吗？高先生，你放心吧，不会假的。你们知道杨先生为什么一定要请廖记的妈祖像吗？杨先生16岁那一年还是一名水手，一次出海遇上了狂风巨浪，船翻了，他抱着一尊廖记的妈祖像漂上了岸，所以他一直认为他的这条命是廖记给的，感恩戴德，念念不忘。谢谢。后来杨先生发达了，
有了自己的船队，越做越大。可他一直都惦记着，在所有的渔船上安置廖记的妈祖像。谢天谢地啊，功夫不负有心人。这回我可以打电话向杨先生报喜了。哎，杨先生，三天之内能做出一尊成品吗？我找我老爸赶工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好，等我看到成品，我们就正式签订合同。好，来来来来，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啊！哎，老爸，我跟你说，廖波店里的妈祖像真特漂亮。是啊，澳门的神像雕刻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，在雕工造型和其他技法工艺上都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，要好好学习，别光顾着玩啊。知道了，放心吧，老爸。哎，小吉，别给妈买太多东西啊。想得美，我才不买呢。老爸，我能感觉到廖波跟您是铁瓷。哎，用词不当，我们是好朋友，好兄弟。您是雕塑大家，他是民间工匠，你们俩怎么就成为莫逆之交了呢？哎呀，那可就说来话长了。20年前，我受领创作盛世莲花的任务之后，专程到澳门去采风。我第一天逛街，就不知不觉地走进了廖伯伯的木雕店。什么？你跟我是同行？您觉得不像啊？你是哪里来的？北京。来干什么啊？为澳门回归设计一件礼品。什么礼品啊？一座雕像。什么雕像啊？澳门的石花是莲花，雕像的名字就叫做盛世莲花。这个礼品是谁送的？中央政府。送给谁呀？澳门特区政府。你给中央政府做的？是啊，全国报送了100多个方案，很幸运我的方案被选中了。怎么？您不相信呐？相信相信，我当然相信了。不过，你这么大一位雕塑家，又接了这么大一笔生意，来我这小店干什么啊？来采风啊。其实这雕塑和雕刻是异曲同工，你就比如这刻刀吧。慢。怎么了？你坏了店里的规矩了。什么规矩啊？外人不能在廖记拿刻刀的，拿了刻刀就要在店里当3年的学徒。哎呀，我都什么岁数了，超龄了，不当学徒也可以啊，但是你就要在店里留下个物件，这样才能算你是出师了。这什么规矩啊？这样吧，既然我们大家都是同行，来，这里呢有2块下脚料，我们一人一块雕一个物件呢，怎么样啊？廖师傅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玩玩嘛。您这是要以刀会友。啊，恭敬不如从命。那咱们刻什么呀？顾先生不是要给澳门雕莲花吗？我们就一人雕一朵莲花，好不好啊？行吧，就刻莲花。哎，不过丑话说在前面呢，你要是雕得比我好，我明天请你喝早茶。好。如果我雕得不如你呢？哦，我这块木料啊挺值钱的，你要赔我。好说。梁师傅请。
请。廖先生还满意吧？嗯，好东西啊，这个雕件我留下了，料钱也不用你出了。谁来的？女儿，说想爸爸了。多大了？四岁，刚上幼儿园中班。排行老几啊？独苗。我是中年得女，掌上明珠。我嘞有三个孩子，最小的是个儿子。我看呢，这两个挂件，就给他们两个留着，一人一件，怎么样啊？我看行。知不知道你家女儿的生辰八字啊？我儿子叫阿豪啊，比你家千金大一岁，属鸡。你女儿属什么？廖先生什么意思？不是想攀娃娃亲吧？啊！宋林兄啊，明天龙华早茶，我请。好。阿豪。你做事情我从来都不问对错，但这事你得告诉我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要造假啊！你别说这么难听好吗？我不这样做能接受这笔生意吗？我接不到这笔生意能赚到这笔钱吗？我赚不到这笔钱，我怎么样能实现我们的梦想呢？我们的梦想？嗯。什么梦想？肯定是前店后厂喽。你看，前面是家里茶餐厅，后面是廖记照相厂。前面我们可以卖蛋挞、卖珠宝包，后面可以自动化上场成像。到时候生意兴隆，子女成群。哇塞，多美好的前景啊！那你为什么不跟廖阿伯说啊？跟他说啊，对牛弹琴呗。你有没有认识可以仿制妈祖像的师傅啊？我明天问问吧。啊，记住啊，不能在本地找啊，风浪太小了，消息传出去，肯定没人敢接廖姐的单。喂，老班，你还没睡啊？小兔崽子，你马上给我滚回来！爸，你怎么了？你不用给我装了，你偷我妈酒箱干什么？想拿去骗单啊？不是，爸，你听我说，我少啰嗦，你立刻带着妈酒箱给我滚回来！我不回去，你也别想找到我。好啊，那我可就要报警了。爸，你听我说，我真的是为了廖记的将来着想。胡说！你就是想靠着你老爸的手艺赚大钱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你要是不回来，我明天就宣布闭门封刀。封刀？是。为什么？刚才廖伯伯跟我说，昨天晚上阿豪把妈祖像给偷走了。偷什么？就是专门给您做的那尊，工艺特别精细。廖伯伯在哪儿啊？跟屋里生闷气呢。去，把电话给他。嗯。
干嘛这么高兴啊？都这样的吗？你猜啊？你找到师傅了？白色。刚才华哥来电话说，在珠海找到一位竹马祖像的高手，兴许手快活好，广东那带的人都认他的货。这么厉害啊？那走啊，找他去啊，让他打包。好嘞。行不行啊？恐怕不行哎。听说徐师傅在珠海二十几年，只接内地的单，从来不挂我们，也不接这边的货。这样啊。不过华哥给了徐师傅的地址，说我们可以去找他。我走啊，现在找他。等一下。喂，东哥，今天过来吃蛋挞喝奶茶？好。给你留位置啊。对了，明天用你的车送我们去一下珠海怎么样？行，晚上见。好了好了，季昌兄，你这说的都是气话。就是你碰到了那给你留的展位怎么办呢？啊，以后这几个字儿不许再提了，好不好？哈哈，还生气呢？得嘞，这几天我就把小杰压在你这里，帮助你一定把妈祖像和阿豪找回来，好不好？爸，我知道了知道了，挂了。梁老伯，那这样，如果妈祖像找不回来的话，我就不回北京了，我陪您在这儿，哎，拜您为师，给您当徒弟，好不好？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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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不等？哎呦，好了，师傅吧，不用，师傅吧。李贝，师傅，门没锁，请进。请问是徐师傅吗？听说你们二位从澳门来，要请我仿制妈祖像啊？啊，对，听说你技艺高超，所以先找你帮帮忙。技艺高超，不敢说。不过，整个珠三角地区，从我这里拿货的商家，少说也有百十。坐，谈谈吧。啊，小心坐。徐师傅的店离这里远吗？我没开店啊。您的名气这么大，开店生意一定好啊。我是手艺人，我好自然有人抢来拿货。二位啊，澳门师傅不少啊，你们何必舍近求远呢？这跟生意没关系。哎，徐师傅啊，我们谈条件吧。好啊，样品带了没有？啊，带了带了。
多谢谢尊。好，我觉得他怪怪的，问一下他行不行。徐师傅啊，你能做的分毫不差吗？ 你是雕具厂的儿子，我信。你要仿制这批木雕的原因，我也不问。人跟钱没仇，对吧？当然，人跟人才有仇。<笑>那徐师傅可以用三天时间克隆一尊吗？我这里有开好胚子，没问题。好，那等货主验收以后。 我马上下订单。慢。二位，你们订的这批货，可不是做，说好听的是仿，说难听的是偷。你们为什么不定做，而要仿制呢？徐师傅啊，生意归生意，我可以不说原因吗？ 徐师傅的腿怎么了？既然是仿料寄的，这单生意我就接了吧。徐师傅的意思，如果不是料寄的单，你就不接了吗？仿制的事，你老爸知不知道啊？徐师傅。 这个事一点风声都不可以透露啊！放心，这事就是我是天子弟子，就算有一天走漏了风声，这批货早就出手了。那就好，那定金多少钱？我来付。不用，就把妈祖像留在这儿吧。本签的合同再带走，可以吗？ 可以，那我们走了。你的奶茶蛋挞齐了，谢谢。 又吃啊！阿佳姐，我们真的是初次见面。你看，我头一回来澳门，我还想麻烦阿豪带我出去转转呢，你看行吗？怎么不行？阿豪，这顾小姐去转转，啊，可以吧？ 顾小姐，你等一下，我给你打包一盒蛋挞。啊，来，新鲜出炉。谢谢。快去吧。别让顾小姐等久了。走吧。徐朝天，历经殿洗练，本心念你勤奋好学，倾心受益。
将廖记的雕刻绝学奇迹八九传授给你，你积恩吗？弟子莫此不忘。住嘴！你伙同外人开作坊，用机器打配，提供廖记的颜料配方，这样叫做积恩图报。师父，弟子用机器打配实验调味成颜料配方，只想改良成功，只有贪念啊！胡说！我小时候阿公就告诉我，照相要怀着敬畏之心，一刀一刀，一笔一笔，既配打磨照底，贴金宝上彩，四道工序一道都不能少。你这样不叫改良，你这是离经叛道啊！葛师傅，我们已经试过，效果真的很好。你已经试过了，好啊，那你还叫我师傅干什么？你走啊，你出去闯，我廖继昌从今天起永不收徒受益。你走啊，滚！澳门的夜景真的好美啊，是吧？嗯，所以澳门才被称为不夜城啊。哎，对了，嗯，北京的夜晚是不是很漂亮的？两种感觉，两种味道吧。都是中国的都市，我都挺喜欢的。哎，明天我们去哪儿啊？明天我们先去妈祖阁吧。啊，妈祖阁我知道，先有妈祖阁，后澳门城嘛，对吧？你这都知道啊，不简单啊。哎，那妈祖阁里有没有妈祖娘娘啊？是好像，你要看妈祖去我店里啊，我老婆做的妈祖可漂亮了。是吗？嗯，可惜我没见过。那就太遗憾了。遗憾吗？要是真遗憾的话，你为什么不把偷走的妈祖像给送回来呢？你怎么知道？廖子豪，你还真以为我让你来当向导？我是替你老爸讨债来了。滚！滚去哪里啊？强哥，店里已经没人了。让我进去再说嘛。阿豪马上就回来。那好。就在这里说，你老公向我借钱，现在借还是不借？应该不借了，他已经在想其他办法。那不行的，你们说借就借，说不借就不借。你以为强哥的面子这么好给的吗？强哥的面子不好给，强哥的钱也不好还啦。我渴了，我要喝水。
阿佳，你就叫你老公向我借200万嘛，我抽水给你啊。强哥，你开玩笑了吧？抽自己老公的水，我不会这样做人吧？也是啊，哎，那干脆你跟我啦，你做大嫂，总好过跟阿豪啊。强哥，我不是你的菜啊。不试过怎么知道？你好，呢度治安警察局，警员编号9527，有咩可以帮到你？你好，呢度治安警察局，警员编号9527，有咩可以帮到你？老爷，你好，这里是治安警察局，警员编号9527，有什么可以帮到你？你好，呢度治安警察局，警员编号9527，有咩可以帮到你？你好。姬昌兄，松林兄，好久不见，来我来我来我来，不客气不客气，走。姬昌兄啊，你可是一点都没变呢。哎，又吹了。松林兄啊，你是从香港坐巴士过来的，怎么要这么大个弯呢？我吧，20年前啊，从拱北口岸过境，10年前啊，从横琴口岸进关，这一次啊，我从港珠澳大桥过来，体会了一把大湾区的感觉，哇，壮观，太爽了！哎呦，20年换了3个不同的口岸进澳门，你倒是爽了，我呢要跑多很多路的，斤斤计较。哎，小杰呢？哦，跟阿豪娶妈祖像去了。我说嘛，年轻人好沟通。等妈祖像回来啊，要尽快的完工，我还等着呢。嗯，现在去哪里啊？先住下，到你店里去啊。哦，10年了，咱老哥俩好好聊聊啊。哎，那铁观音你还喝着呢吗？早就准备好了，走了。哎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你不是要我爸的妈祖像吧？现在带你去了。可是这是两地牌车，去哪儿拿啊？珠海。出关啊？哎，我通行证是单次往返的，这出去就回不来了。你不会想倒卖人口吧？对啊。炖你个头！你放心吧，包在我身上。那，就咱俩，阿佳呢？你呢是学个雕刻的，懂我们这个行当。阿佳是卖蛋挞的，去了什么都不懂。阿世，所以我没叫他。哎，你们这些男人啊。见。给。说说你对澳门的印象。澳门的印象，一边是气势恢宏的楼群，一边是历史悠久的街区，我觉得这个城市还挺有内涵的。你不觉得缺点什么吗？缺点什么？缺我们廖记啊！啊，我常常想，如果这帮画册里面将来可以有我们廖记木雕的画页的话，我的愿望就实现了。雄心壮志啊！那特务廖伯伯的妈祖像跟你这美好愿望有关系吗？别说的这么严重好吗？年轻人想改变现状有什么问题啊？我问你啊，如果你是廖记的传承人，你会怎么做？
行行行，搁置争论，打住。是，打住。哎。喂喂喂，你往哪里走啊？老巷子十年没变，你放心，我认得路。哎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内地去看看呢？哎呦，没想过啊，等老了再说吧。老了就走不动了。哎，内地现在变化大得很，一天一个样。变呢，有变的模样；不变，也有不变的味道。哎，就像这条街啊，原汁原味，我喜欢呢。要是天天变呢，你还敢在我前面带路吗？你呀，还是那么爱抬杠。哎，喝水。哎，谢谢。哎。啊，开车。嗯。你怎么在这啊？听说你们要去珠海，来给你们送行啊。阿佳姐，那个阿豪刚刚还说要带你去呢。对啊。阿佳姐，你别生气嘛。要不先把摩托车存起来，然后咱们一块上车。对啊，啊，快快快快快快。我送你的这幅跃马争春，你还挂在这儿啊？哎，十年喽，挂上去啊就没有摘下来呀、啊。信笔涂鸦，献丑了。哎，你太客气了，蓬荜生辉呀、啊。嘿，不怕跟你说，这两年来店里想买这幅画的人呢、啊，比买木雕的还多。过奖了，过奖了，季长兄啊。你这店里的木雕比十年前可是少多了。哎，生意不好做，只有这样喽。那将来怎么办呢？哎，这不是我考虑的事，这家店马上交给阿豪了，将来的事就让他去烦了。哎，这块匾怎么挂在你这儿啊？我记得他应该是挂在……小声点呐、啊！这块匾是我仿制的。仿的？为什么？顾小姐没有吃早点吧？我做了蛋挞，谢谢。怎么不好吃？苦的。苦的？嗯。怎么会？来。啊！这什么味道啊？本店新品，阿佳心情苦瓜馅的。玩你啊你！我哋而家咧。去驗貨，唔係去驗人啊！知，咁你驗貨咪驗貨咯，點解一定要帶住佢啫？啊！人哋而家喺度噶，冇理咁講嘢啦嚇。怕咩咧？佢又唔識聽。誒、hey, ，我哋不如講下啲開心嘢啦嚇，唔好講啲衰嘢啦嚇。誒、hey, ，你開心咪得啦，鬼叫你哋青梅竹馬咩？你咁讲嘢都得嘅吓，总之我心冇事啊。你心冇事，你心冇事，你一定要带住佢去珠海私奔啊！喂，你你们俩别吵了，能不能别带上我呀？唔好意思啊，我妈系广东人。啊，你看，是这样的，我的目标呢是拿回廖波波的妈祖像。你们的目的呢是去鉴定货，对吧？所以说我们现在开始，
目标一致 ，OK 吗 ？OK 吗？哎呀，来，好。宋林兄，你还记得十年前吗？你来澳门办第二届雕塑作品展，专门到店里来给我贺喜。那一天，不是跟我开玩笑吧？真的，澳门的神像雕刻评上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对呀，这是澳门获得的这项荣誉的第一个项目，国务院刚刚颁发的。哎呀，特大喜讯呐，了不得！是啊是啊，既然我们获得了这么高的国家荣誉，哎，你能不能够送一尊妈祖雕像来参加我们的展览呢？这不合适吧？哎呀，有什么不合适的？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、认识、了解澳门的文化传承。哎，咱们现在就选一尊啊！啊，太仓促了吧？你给我一点时间呢。哎，这样，下次你来澳门办展览，我一定呢专门送一尊过去。下次啊，那就得十年以后了。到时候，你说话还算数吗？哎，当然算数了，一言为定。因为呀，这一尊太小了。你走了以后，我就专门找人仿制了这块匾，虽然不敢挂在外面，但是我心里高兴啊。我觉得这个荣誉是国家给澳门的，这也是给我们这些工匠艺人的。十年了，多亏了这块匾，我才能守得住这家店啊。好了，到了。哎，好，好，这个人好眼熟啊。谁呀？好像是高先生。这不可能，他人在澳门，来这儿干嘛？不，你们俩看我干什么呀？这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我只管拿回廖伯伯的妈祖像。嗯，算了，不想了，走，找徐师傅去。不好意思啊，徐师傅，我们提前了一天过来。没关系啊，路又不远，来，请坐。样品做得怎么样？这个。这么快？这雕像要是再上了色、镶了金，我都想抱一尊回家了，真好看。鸟先生，满意吗？满意，满意，无可挑剔啊。什么时候可以给客户看？不用，你满意，他一定也会满意。哎，你们今天来干嘛？啊，我们来。啊，我们今天是来取雕像的。这位是？哦，北京来的王朋友。顾小杰。你好。你好。徐师傅，你看这样行吗？今天我们先把妈祖像抱走，等您的样品完工了，我们再来签合同，行吗？嗯，好吧，顾小姐，请。好。怎么了？这两个到底是哪个呀？怎么不搬呢？啊，哪一卷是我老爸的？听说廖先生从小跟老爸学艺，老人家怕你继承衣钵，对你倾囊相授。如今你连家传的技法都变不出，怎么传承廖记的祖业呢？
我和老爸志向不同，这是家事，与你无关。也好，既然你们三位真假难辨，那就随便抱一尊回去吧。不，那万一要抱错了呢？对啊，万一抱到仿制的回去，连廖阿伯都不认识，那怎么办？那多好，要是连廖老先生都能瞒过，这笔钱你们就稳赚了。好吧，我就抱这尊回去。石师傅，电话联系。不送。喂，他们走了。行不行呀？廖伯还在店里等着呢。你不见我正在看吗？要不你来？行行行，你看。哎，我觉得奇怪，为什么我觉得徐师傅根本就不在乎我们抱走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呢？没错，他好像反倒希望我们抱一尊假的回去。可是他图什么呢？是啊，图什么？哼！你偷我的妈祖像去造假，靠坑蒙拐骗捞钱，你对得起祖宗吗？廖伯伯，那个你误会阿豪了，他想这整笔钱就是想改变廖家的现状。对，你住嘴，歪门邪道！廖伯伯，你别生气。要不，你先看看这个吧。看什么啊？啊，看那是不是你亲手做的妈祖像？不用看，我自己的活就跟我的亲生孩子一样，我扫一眼就知道。真的？你看，我挑对了吧？挑？这是你们挑回来的？廖伯伯，是这样的，其实还有一尊跟这尊长得一模一样，我们也是蒙着抱回来的。没事。你都分不出真假？你在哪里找的师傅？珠海。他姓什么？姓徐。我客户都叫他徐师傅。廖伯伯，你看。我这有一张他的照片。认识他，阿豪，你闯祸了。你和这个姓徐的签了合同没有？这还没。听着，明天你再去一趟珠海，取消订单。为什么？叫你去你就去。还有，从明天开始，两天之内。你们不许回店里。那我老爸呢？到时候我会给你们打电话的。
怎么样，老郭同志，对我的工作还满意吧？亏得你回来帮忙，不然下午的新闻发布会啊，非抓瞎不可。来，我给你捯饬捯饬。哎呀，这老头子打扮什么？别费那劲了。哎呀，来。啊，你给廖伯伯打个电话，请他下午参加新闻发布会。啊，好。喂，廖伯伯还在忙吗？我老爸说。怎么了？廖伯说有急事儿，让您现在过去一趟。过去？他不能过来吗？现在。你说徐师傅是廖伯的徒弟，为什么他一直隐瞒我们？跟钱没仇，对吧？当然，人跟人才有仇。他跟我老爸有仇。啊？你这么一说，我后背凉凉的。佳，这段生意真的不能接了。好，你看。喂，秋生。太完美了，老爸，这次我算是圆满完成任务了吧？季长兄，太感谢了。别光说客套话，如果你真想谢我，你就帮我个忙。好说，季尚兄，尽管吩咐。明天你开新闻发布会的时候，帮我找个媒体，发个启事，怎么样啊？启事？什么启事？啊，会不会是徐师傅知道你知道他的底细，他心虚跑了？那也不能坐这辆车啊。怎么和高先生搞到一起呢？这事太奇怪了。即日起，澳门廖记木雕店传承人廖继昌宣布封刀。打住！继昌兄啊，这封刀的事儿，不是说好了不再提了吗？起一席比一席啊，当初是儿子偷我的妈祖，现在是徒弟仿制我的雕像，这还了得吗？这批雕像如果制造出来卖出去，我这张老脸还往哪里搁？小姐啊，问问阿豪那边找到那个姓徐的没有？啊，好。阿豪，小姐问我们在哪里。你看他说刚过海关，正在跟车。这雨越下越大了，没戏的。八月的天呢，还记得脸，来得及走得快呀。是，哎，松林兄啊，嗯，这一尊妈祖像，是我封刀之前专门送给你的，够交情吧？季昌兄啊，你怎么又耍小孩子脾气了？阿豪他们不是去珠海了吗？也许徐师傅良心发现，回心转意了呢。
不可能的。听说那天晚上他被汽车撞断了腿啊，我后悔了很多年。话说出去是泼出去的水，腿残疾了是一辈子的恨。唉，如今阿豪懵懵懂懂地找上门去，你说他会放过这个机会吗？你找谁呀？谁让你来的？是我，廖师傅，我能进来吧？高先生，顾教授，这是他的千金。啊啊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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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啊，拿过来吧。老师傅，如果这尊妈祖像作为贵殿为我们定制的样品，您认可吗？做工精细，无可挑剔。不过我想问，你和他是怎么认识的？啊，柯院长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啊，是这样，老师傅，当初您拒绝了我，可我打听到在珠海有一位您曾经的高徒，为了这桩生意，我出关去找到了他。我是想请徐师傅接下这批妈祖像，我告诉他。您的儿子想瞒着您接下这笔订单，同时我也知道了徐师傅被赶出师门的事情。我觉得到不了明天，廖师傅的儿子就会到这儿来找你。高先生，你们一前一后的来找我仿制神像，我该怎么办啊？很简单，如果你跟你师傅有过节，我们可以重新签这份合同，利润都归你。我懂了，不论先后，利益均沾，对吧？要不这样，我们签个三方协议。那更不行了。我是从廖记木雕店出来的人，冒名顶替偷梁换柱，这要是传了出去，我可担不起这个恶名啊。徐师傅，你跟你师傅不是已经恩断义绝了吗？难道你就不想越过这个坎儿？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师父可以恨我不争，我不能对师父不敬。高先生，对不住了。如果你师父同意你以廖记的名义接下这个订单，你有没有把握按时按量完成这三十尊妈祖像？把握倒是有，但是要让我师父同意就太难了。我可以帮你。
怎么帮我？重返师门，认祖归宗。于是，按照我的设想，我请贵公子在三天之内制作一尊样品，让我鉴定。可实际上，我们知道，廖记才是这尊妈祖像的重点。师父，您觉得徒弟的手艺有长进吗？大有长进，刀法和做工与廖记的传统技艺一脉相承。要不是看底座木材的纹路，我都分辨不出。谢师父高抬。这些年你一直在珠海，我始终不敢离师父太远，又不敢与师父见面，只能潜心钻研制作工艺，期盼着有一天能够回到廖记报答师恩。请师父送弟子一拜。慢着慢着，行了行了，这师徒之间有什么解不开的怨呢？人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你就从台阶上下来吧。啊，就是啊，老伯伯，你就别再端着了。干什么啊？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。拜师要有拜师的规矩嘛。这样，明晚我请客，大家都来捧场。好啊，廖伯请吃饭，我们肯定到。但是去哪里吃，让我们年轻人定。哎。你请客可得你掏钱啊。那当然了。你看那边不一样喽。嗯，金昌兄啊，咱们这是雨后观景啊。松林兄啊，从这个角度看澳门又是另一番景色，美不胜收吧。对，咱们哥俩认识20年了，你觉得澳门这些年有哪些变化？我觉得街还是那些街，景还是那些景，不过老百姓的收入倒是挺稳定，日子呢也过得挺舒心的。要让我说，一切都没怎么变。不是说一国两制吗？这样挺好。收费的？不收费，廖阿伯，我朋友开的酒吧今天为我们专场服务，我们三个当服务员，保证让大家吃好喝好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哎，给我一杯嘛。好了好了好了。啊天哪！听阿豪说，你的工厂制作神像都是电脑设计、机器打胚，是真的吗？师傅，是真的，不光我的厂，现在制作雕像都用上设备了。对啊，廖伯伯，我们雕塑专业的创作也都离不开电脑，不信我爸。季长兄啊，与时俱进，咱们啊得赶上潮流啊。哎，那不一样哦，做雕像的还得靠这双手啊，靠机器能听见木头的声音吗？靠电脑能雕刻出雕像的魂魄吗？师父说的对啊，我的厂里造像最后几道工序还是要靠手工来完成，所以我就是不放心嘛。将来把廖记交给阿豪他们会变成什么样子，我都想象得出来。若干年后啊，像还在，魂没有了。听见了吧，小杰，这才是工匠精神。知道了，爹。看看看看，郭教授夸起人来呀，比唱歌还要好听啊。哎呀，我们老喽，落伍了。季昌兄啊，不能让年轻人按照我们的愿望去描绘明天。无论是澳门的妈祖像雕刻，还是澳门的发展，这些年轻人啊，
比咱们做的肯定更好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啊，那咱们的合同，问他喽。好，我提议，大家共同干一杯。好，好，来。